所以不是只有单方面，是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事情能够促成。哇 ，Anthony Pimble 就在我们聊天的同时啊，又再度来一个乐色不裁判哨一响。我再看一次这个球怎么传的。如果说 Jason Williams 不打篮球，我觉得他打四分位啊，美式足球他都是一个很好的 quarterback。 他的记录，他的这个生平当中是写的他喜欢打棒球啦，但我想他应该是一个运动天才，他是洋基队的球迷。是，好，场边这时候喊出了暂停，这一场中华队跟美国传奇球星的比赛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稍后回来。不过差点出现失误，左手打板得分 ，Hamilton。哇，现在看到。再度的一个左手打板得分 ，Hamilton。